呦呦呦呦，哎呦，妞妞不是好心来看我。妞妞，来，大爷，你有好多好东西，你也没来。妞、该上四年级了吧？叔、是啊，今天来啊，想说个事儿。坐着说。坐着说，你小心这个。我是没用的人了。说不说两可？二老都在，我就说了，我和月商量好了，准备过些日子结婚。啊！牛天意，同志，啊！我让你们爷俩折腾，差点快成产残废了啊！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啊？啊！你别出那馊主意，你再整治我了，我是一个投降的人了。你们连俘虏都杀呀？啊！共产党不是给出路吗？哎呀，行了。都废话。天意，你说吧，我刘凤兰扛得住。心里话就是啊，我要和月结婚。考虑到你们二老岁数大了，我准备啊，带着妞妞上门来和你们一起过，你们看行吗？你们也可以跟小金商量商量，他要是愿意跟你们过，我们也可以搬出去单住。不不不，绑架，让他单过，他太闹了，他。天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再说一遍。我要和月结婚，带着妞妞啊上门和你们一起过。不是天爷，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咱说完了可不许反悔的。我可以立字据。那你和月儿，那你们俩还要孩子吗？当然要了。有妞妞了不要？我还想要个弟弟或妹妹呢。二比一，要。好，不是这个好，咱们得办，咱们全村都得热闹，真的好。那随您。别办了，干嘛呀？别那么张扬。哎，不行，得办，得好好办吧，热闹。爸，这大半年都快憋屈死了。哎，不憋屈。那个大明，那怎么办呀？大明他们俩的手续啊，早就办了，怕刺激您二位啊，就没告诉你们。我和天意的手续，我们明天就去办。好，你明天就明天，明天我去办，我亲自去。说什么呢？啊，人家孩子，人家俩人的事，你亲自去干嘛？行，说错了。哎，那你爹那边，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好，天意，这么说。以后你就是我的上门女婿啊，养老儿子了，假不了。天爷，咱爷俩喝一杯，来，凤兰，来，天爷，我们不要求你当众叫我们啊，咱别刺激老铁汉啊。现在能不能叫我们一声？爸，哎，妈，刘天汉，我总算赢你一回。你儿子归我了。就是什么呀，你又憋着打仗了。来，天意，上我屋去，不然待会儿我爸话又多了。我能去吗？哎呀，这孩子，你不可以学你天天姑姑啊，太平的姑娘嫁不出去。来，哎，和爷爷奶奶。孩子，把这个拿走，都拿走啊，多吃点，咱回头还买啊。怎么着了？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呀，天上掉了个大肉球！
呀，要不是赶紧准备准备，你看你在干嘛呢？赶紧的，你说铁汉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没出息了，没出息。啊，这个给我拿条裤子，拿条裤子。干嘛呀？哎呀，那这，嗨，老啊，这控制不住我的，那裤子湿了。快点！说走一下就搬了个干净，那屋里什么都没剩下，弄得我的心里还空落落的。你说有这么跟老家记仇的吗？可是爸，今天您也不对，哥结婚你为什么不去啊？我不去，我不能去。他都想好了再跟我说，我还能反着来啊？连婚育新风都搬出来了，我敢反对基本国策？再说我也看不了满堂那个笑脸，他愿意结他们就结吧，只要他们好就行。我倒觉得挺好的，就是大明哥太可怜了，一会儿啊我得看看他去。倒插门，那是立门户吗？啊，我费劲巴力把他拉扯大，现在倒成了满堂的儿子，这么大个便宜让这个老东西捡起来。爸，这就是您不对了，人家把两闺女都给你老牛家了。气我是不是？诚心气我呀？没人气您，是您自个儿找气受。丫头，那小新他还不理铁盒呀、啊、你说说他是不是三心二意啊？啊，那丫头可是贼心眼的一大堆，还那么厉害，动不动还舞刀弄枪的，你说他再跑了那我就赔大发了。闹了半天让满堂捡了个便宜，这回算输给他了。赶紧的帮你姐收拾收拾，把地扫。这怎么了？这是傻了？收拾收拾。爸，嗯，爸吐了。啊？哎，不是，不是，不是，明天我去行了，我去，我去。快歇会儿吧，忙了一晚上，什么都没吃呢。啊，没事。姐。刚嫁过去就有老婆了，灰心当然。嗯，快谢我。哎呀，讨厌你，你看你和人那样，你干嘛死乞白赖喝呀？快回屋歇着吧。啊，你甭想，着急了吧？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跟你挤一个被窝。啊、嗯、我不走了。胡说八道什么呀？这样，我想明白了，我真想明白了。明哥，你想看？你听不见？你不接我亲你了？把我姐夫给吓的。好了，姐，我跟你说，嗯，其实这世界上优秀男人挺多的，真的。哎，真的，你别不信。好，我说你不要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嗯，行，来喝口茶水，醒醒酒啊。我没醉，我可以。你看这棵树吧，啊。你看他挺直溜的啊、哦、挺直溜的。那是你眼神开小差、啊、等你眼睛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是一棵歪脖子树啊，帮你上吊的材料呢、啊、说什么你干歪了歪了。小心啊，别胡说八道的好不好。黑哥，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很后悔。嗯嗯嗯。啊，你说这，哎，小青姐，行了，好了好了，我粘住了。行了行了，好了，行，听话听话听话，来来来。我妈，妈，你快来看这我妹她干什么呀？啊，你快来看我妹她干什么呀？哎呀，来来，这小姨子和姐夫之间说不清楚的事儿多了。娘妈，你快过来呀，她干些什么呀？哎。哎呀，妈，就不能打我！贫，走，回屋睡觉。听话，我。哎，哎，什么呀，这孩子？我他妈就是个。哎，我要在牛田里，从小就成天睡觉。我就去咱们俩中间。哎，你不要管我。改革开放了，啊，没人管得了你了。啊，行，睡吧。咱们得大了。妈，我爸和妞妞怎么样？和妞妞睡着了，没事。你爸也没事了。啊。是他愿意就让他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就睡着了。等睡着了，我和天意把他扶回屋去。哎，你早点休息。行，妈，你回去吧，没事。甭想赶我走，今儿我就在这熬一宿，我熬一宿。小心，有什么不痛快，说出来吧。行了，别哭了，世上哪有那么多后悔药呀，好男人多的是呢啊，哎，别难受了。其实啊，一个人好不好啊，全在于你眼睛怎么看啊。你一个太熟悉的人呢，你很容易看到他的缺点，他离你近啊，优点呢习以为常，缺点就放大了。一个不熟悉的人，他离你远，你呢，他的一点点优点就容易在你的眼睛里也放大了。这就像是放牛一样啊，站在南山觉得北山的草好，等你到了北山又觉得南山的好。好不好，好不好，我也不想回南山，我要去北山。我想好了，我披着你们俩可以睡觉，我不行了。来来来，这个我脱掉。唉，姐夫已经给我指明方向了，我要上北山。哦，行行行，北山在这边。上北山，北山在这边。进山呢，走。我啊，走吧走吧，回头再去了。陈姐，还是你惦记哥啊。还有你，新堂叔给我买酒，还有牛肉，好吃，真好吃。美的吧，对不住我。我没照顾好咱大明兄弟，咱闺女出门在外也让人给伤着了，早知道这样我不该让他们出局。你放心，我保证从今往后啥也不想了，一心陪着咱闺女和大明，他们一天不走出这个门，我就一天陪着他们，他们一辈子走不出去，我就陪他们一辈子。真的，你看着我吧。玉婶，哟，这两口子这有闲工夫啊？你帮我请个假好不好？我陪凤娇到县里去一趟。到县里啊？没听说又要布置什么任务啊？
哎，姐，你先别跟别人说啊，我就是想到县里去检查检查。你是说你有了？哎呀，姐，小点声，还不一定呢。挺有本事啊！别拿玩闹，这叫什么本事啊？这是自然规律，这是谁都不例外。说你呢啊，别又把我往你们圈里扯。其实我都不信，还不一定呢。你看，怎么了这是？哎呦我的妈呀，你还不一定呢，你查什么查呀？你不查都时有时事了。行，你赶紧给自个儿要指标去啊。要真是有了，那还不得乐死我呀。啊呸，别说死的，多不吉利啊。哎呦，我的姑奶奶，咱甭着急好不好？我到街上给你包车去好不好？这就金贵上了。那是，我古许旺要是晚来得子，那是什么成色？别忘了给我请假啊。走了姐。啊，骑自行车特好。哎，你看你这人。嗯呀，老铁汉。妞啊，咱上学不让人家送啊，自己下来走，咱保持优良传统。凭什么呀？我说你就跟城里人学吧，啊，这孩子上学放学又接又送的，你想把他惯坏了啊？跟你偏老二比那差远呢，他城里怎么了？他们能接能送我也行。妞儿坐好了，爷爷开车了。哎呀，爷爷再见。不给他再见。怎么说你也是个老爷啊？真爷爷在这儿呢。美的你，还爷爷开车了。个破自行车，赶明儿弄个电动的，我气死你！我，真是。哎妈呀，吓死我了！你属猫的，这么轻干什么？还行吧。有什么不行的？你丫头这样回来。你这担子可不轻啊，自己的孩子如今遭成这事儿，应当应分得管，好在还有大明帮我。要说共产党员不应该惜命，可你说这不是命是什么？本来我想过来帮帮你帮帮梅，可我又一想，你说我一个老头子这笨手笨脚的，别帮不上什么忙，反倒给你添乱，所以我……你有没有谁怨你？怎么着，大小子这一走，闪了你一家伙吧？他闪我？没的事儿，跟老家较劲，我给他记着账了。甭怨别人。都怪你自己没把心放在当中间儿。小冤家，他这一走弄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坐不住吃不下。感情你也会闹心呢？我想我是想要不我过来帮帮你。你这话要是早说半个月，我兴许得高兴的找不着东南西北。那可现在，现在咋了？亲小叔子眼瞅着耍了单，闺女这一辈子兴许都站不起来。哎呀，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全科的，我作为一家之长，哪有心思管自己呀？我这心里头比你更不安生。放放吧。不是，人老了，过的就是孩子们的日子。感情你也闪我？不是，那万一没站不起来呢？那咱俩同甘共苦嘛。
嚷什么嚷，不是那么回事儿。十万公斤的普通蔬菜保证超市供应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两万公斤的特菜，我心里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哎哥，王志涛啊，在特菜大棚搞了一个应用空间放电技术的规模性实验，据说啊，通过植物体内电位差的改变，可以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植物增产，增幅在1.5%到3%以上呢。哎，这么好的事儿，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呀？哎，这十几天呢，我就忙这事儿了，总部啊特别关注。这不是看你刚刚新婚，抱着老婆，没好意思打搅你们。哥，特美是吧？别没大没小啊，胡说八道，起来。人家大明可是给了你个大姑娘，你就感谢人家吧。到哪儿找这么好的看门人呢？还白替你养了小的十年。你嘴上积点德，什么都敢说。你还是个大姑娘吗？你就是个小巫婆。说什么呢？谁是巫婆呀？哎呦，我哥说我呢。哎，嫂子，新婚快乐。别，我可说不过你，我甘拜下风。嗯，得得得，紧张了不是？我可什么都还没说，也没问呢。问也不说，问什么都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我让你找不着一点茬儿。嗯，好嫂子，你就说说吧，满足我的好奇心嘛。哎，说说吧，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求你了，求你了，天仙，天仙，你别闹。最近怎么没看着天河去找小新呢？哎呦，这事儿啊很可能让我给办砸了。自从上次我的实况转播以后，小新啊这阵子可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和省里那个硕士形影不离。我琢磨着我可能真的把我们家牛老二给出卖了。好好好，等着爸跟你没完吧，你碰了他的心尖子了。哥，我第一次见你幸灾乐祸，你怎么这样啊？反正到时候我躲出去，这事跟我没关系，我躲了。你躲我也躲，反正我好几天没回家了，就在电脑机房睡的。哎，天仙，那这事儿就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吗？那得看那个王志涛了，我觉得希望不太大。这小子现在干劲可足了，原来说只搞一个小的检测站，现在啊实验全面铺开，什么光啊声啊电啊噼里啪啦什么都来了，别说还真有成果。他呀为了爱情已经疯了，这真是牺牲牛二一个人，幸福牛村千万家，物理农业结束国，孝心奉献开心花。天哪，才这么几天真就乾坤大挪移了？那这甭大惊小怪了，现在这个世界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随时都有意外出现，或者惊喜，再或者惊吓，又或者惊呆，再或者啊。行了行了，你别让我惊吓惊呆的。完了，这回是真完了。我没说错吧？啊，都别说了，顺其自然。嘿，走走，忙着呢。哟，总经理来了，你看我这光忙实验，也没去给您二位贺喜，那我就在这儿祝您和小月姐百年好合。谢谢你。照我们媳妇儿小姑子一起上阵啊？就你话多。蔬菜供应我心里没底，到棚里来看看。总部在下达任务之前曾经给我发过一个 email， 我当时就向他们保证了，我说没问题的。感情总部是依靠情报下的任务，那你不成卧底了？嗨，对了，总经理，实验室的工作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我想回去一趟办点事，向您请个假行吗？这边的工作您放心，我都交给小新了，他完全可以胜任的。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大约五一前后吧。哟，我们大研究生这是上哪儿去啊？啊，怎么牛村还拴不住你啊？是不是寂寞了？
还是城里有人呢。瞎说什么呢你？人家是去参加一个物理农业的技术报告会，制陶有篇论文挺轰动的。哼，你呀、啊，尽是歪心眼儿。没错，我就是歪心眼害死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切！哎，你慢点，好冷。呀，烫了没？哎呦我天呀！哎，赶紧把这个。哎呀！不，给我，看这凳怎么样？啊？挺稳当的。坐这儿。坐这儿干嘛？这个，给妞买的。挡太阳。哎，啊这个，瞧瞧。小动物。这个谁？天意，这孩子东奔西跑的，再买点茶叶让他喝吧。疼女婿。这儿给你买的，人家说磨凉晒不黑，还想着给我买东西呢。瞎话去。哎，还有这个什么呀，看看这个怎么样。当当当，这个人说护眼灯啊，这也不伤眼，那还得学习。哎，多少钱啊？这个就100多块钱，这个，嗯，咋了？真出血啊！哎呀，还有个，还有上面还有个，这颜色也挺好看的。我，你这还有个小鸟啊？你看，来喝点茶，喝点茶。这洗完这壶，我不是让你给它换了吗？不是，它这个壶嘴啊，它太小，它倒茶就跟那小孩尿尿似的，它不没有那个尿壶，它喝着痛快，你知道吧？本来我都换了，嗯，可我又一想，不行。你是怎么着？现在妞不跟咱们一块过了吗？哦，咱们一天到晚拎那个尿壶在他面前那么晃来晃去的，这像什么样啊？对不对？那我就说，哎呀，这茶壶嘴小，小就小点吧。小小小，这不是？你看人家紫砂壶，显得咱们有品位。不是这个对着呢，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得从家庭抓起，是不是？嗯。怎么了？到点了，我得赶紧接孩子去。我接妞妞去。哎，我先走了。哎，好嘞。哎，水壶啊！挂上脖子上，挂上帽子在这儿，我挂什么脖子上？你说呢？近点路上。我知道，知道，知道。路上千万别摔着孩子。哎呀，摔着我也不能把孩子给摔了。行，慢着点，别慌了慌张的。行了，你做好你的饭就行了。啊，我知道。哎呦，这一大家子人家吃什么呀？那小月小心都吃饼。对，天一喜欢吃饼，咱就吃饼。啊，接我孙女啊！妈，我接我孙女去。接我孙女。啊，接我孙女去。哎、啊。老家伙，不是你跑这干嘛来了？嗯，我，呵呵我呀，嗯，接我孙女。嗯，不是你这人吧，你真没劲。啊、嗯，以前这孩子在你那儿的时候，这你接过吗？啊、嗯，没有。现在孩子在我这儿了，我接我送，这你也学，你能不能弄点新鲜的策划呀？我呀，我就接我孙女，孙女，跟人学变狗毛，跟人走变黄狗。哎呀，谁也挡不住我接我孙女。啊，旭日东升照顾家，婚育新风春满堂。嗯，现在天意是我上门女婿，是我养老儿子了，你明白不？哎，牛肉贴不到狗身上。啊，是啊，嗯，哎，这个，哎，女儿也是传后人呐、啊，招个女婿那就是儿，国策懂不懂？国策，哎、牛肉啊，它是贴不到狗身上，嗯，可有时候这狗啊，它能把牛肉吃了。行，你硬去啊，你等着，给我攒着，是不是？我现在的心态平和，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是看在咱儿子面上，
我不生气。哎呀，怎么着？待会儿到我家是喝两盅啊？哎呀，大度点吧，谁家还不过个年是不是？妞儿，哎，妞儿，来，你看见这是什么？不是，妞儿，来，过来，过来，不是，这儿，来，给买个壶。孩子，过来，来，哎，看这是什么？你看见这是什么？来，妞儿，过来，你看爷给你买的什么呀？过来，你看爷给你买的什么呀？买了一个遮阳帽，还有一个什么呀？小水壶。哎，小水壶。哎，看这是什么呀？什么呀？啊，啥也没有。哎呀，还有一个傻爷爷还拿出10块钱来，还来上来。哎呀，奶奶做好饭了，在家等着咱呢。你知道做什么好饭吗？做什么呀？红烧牛肉。爷，哎，让我爷坐后头吧。那不行，他撞得跟牛一样，我可带不动他，完了再把你摔了。哎，老家伙，要不怎么着？你骑着，我坐后边，跟原来一样。我没死你，我成你们家车夫了我。看，别生气嘛，这是实事求是，咱20多年的搭档了啊。那以前去县里头开会，那不都是你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吗？好了，妞儿，哎呀，咱们走了啊！哎呀，老家伙，我们走了，耶，拜拜。给老爷子倒茶。哎，我不喝水，你就给我直接上锅子吧。啊，行，给我来2斤牛肉，嗯，豆腐、青菜，好，反正你就给我捡好的上啊。嗯，啊，对了，你得给我加瓶酒。这可难得呀。嗯，不是，老爷子今儿怎么想在外面吃了？我嗨，老自己一个人在家吃没意思。换换口味。对了，今儿我是不醉不归啊。好，您稍等片刻。哦啊，老东西。嗯，老唐。哎，没事。怎么了？你摘酒呢？嗯，老东西，你不是请我喝酒吗？我来了。来，喝，坐吧。你看，啊，自带就是，是不是？不让你破费。来，坐。哎，你呀，你少来吧。我请得起客，就摆得起酒。你呀，不是来跟我喝酒来了，来给我添堵来了，对不对？谁添堵啊？你呀，啊，你给我添堵啊！添堵也是你给我添堵，我给你添什么堵啊？咱坐。你说，你说，你坐。我儿子成了你的上门女婿，对不对？对呀，啊，是不是？啊，这可我那孙女儿，还姓我牛铁汉的牛吧？嗯，姓着呢，姓牛。坐。这不。这上学放学这个接送的事儿，咱俩得说道。你看看啊，来，咱慢慢说，咱慢慢说。我就说嘛，啊，肯定有什么事儿。你这个人嘛，是真没劲。你才没劲呢。行了，我看你怪可怜的。咱这样吧，上学我送，下学你接，这可以吧？嗯，这还差不多。嗯，不对，这我还亏着呢。我儿子没了，孙子也亏了一半。行了，再这样吧，你要不同意，这话算我没说，这行了吧？你敢？我说了，一人一天，不是我说吧，咱一人一半，一人
一天，一人一半，一人一天，一人一半，行不行？一人不是行了，吵什么呀？这还当爷爷呢，还说接妞妞呢？我看妞妞接你们俩差不多。行了，我说老家伙，嘿，咱就按你说的啊，咱就是一人一天，行不行？一人一天，行了，行，就这么定了，定了，就这么定了啊。掉了，就这么定了啊！师傅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哎，慢点，来，小心。哎，好嘞，师傅，谢谢啊，谢谢。怎么样，去哪儿？慢点走。你别这么夸张好不好，蹦来蹦去跟猴似的。这咱们得小心啊，这大夫不是说了吗，你是高龄产妇，一定要小心。这样吧，咱也别回家吃饭了，到火锅店吃火锅走。哎呀，我不想吃火锅，吃点清淡的好不好，我想吃酸的。酸的？嗯，酸儿辣女呀、啊！哎呦，我有儿子了！哎呦，我的心肝宝贝！小点声！你干什么呀？人家看着呢，又不是小伙子，你稳重点。怕什么呀？我活的真是我害怕，我也不像别人那么装。我高兴了，我害怕这个。我高兴，看见没有？我有儿子了，我高兴，我愿意。怎么了？你再这样，我蹦了我、啊。哎，别，真是有病！我的姑奶奶，你可别蹦啊！再蹦一会儿，蹦一下。我的奶奶，姑奶奶，爷爷啊，不，大爷。今年悬着的心啊，总算是放下了，任务完成了。有几个经纪人来电话，还有的给天仙发了一面，说是他们赶不回来。你说那些货给他们发不发呀？发，都是老客户了。哎，天一。都想趁着年节多卖货，可是他们资金不足，咱们回款就有困难。那也罢，那些经纪人啊，在咱们困难的时候都帮助过咱们，现在他们资金紧张有困难了，咱们也得帮助人家。钱回晚一点啊不要紧，咱们先把货发了，人家会领咱们这个情的，还是相信人家吧。就算个别人失信了，咱也得看大多数。那就照你说的办。于振业，我爸这几天他不知道怎么了，老提着酒瓶子上满堂家找茬，表面上是为了妞妞的事儿，可我看不像。你是不是又跟他说什么了？没有啊，我能跟他说什么呀？哼，反正是有点怪。怪？怪也是你的责任，你怎么说搬就搬走？老二又不在，天仙在电脑室一待就是大半宿。原本一个热热闹闹的家庭，突然之间成了老爷子一个光杆司令了，你叫谁也得适应一阵子吧。就是，我看也是。不过从根上说，我觉着还在我嫂子这儿。你别把火往我身上引啊，怎么着，要不我现在过去也领着你带着煤连窝端。哎，甭把我扯上行吗？我碍着你们谁了？行，我干脆上五台山出家当和尚算了。咱把话放在这儿，你赶紧找个人，真上五台山也行。这门要能站起来，我怎么都行，要不甭想。我说你们别说着说着急眼呐。这心扒下里扯着放你身上，你不急呀、啊？得便宜买贵。好，毛病都在我这儿啊！抽空啊，我去看看我爸。刘主任，哎，大家都在呢。哎，你好，文局长。经纪人的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都清楚了。我们今天来啊，是听说你们在这个小坝子水库边的城方村建了一个鲜花养殖基地，我们想去参观参观。哎呀，城方村挺远的，路也不太好走。没事，我们开车来的。那我陪你去一趟，顺便问天河的情况。嗯，文文记者，天河这一段怎么样啊？您是？啊，我是。这应该是我和天河的妈。啊？那你也太显年轻了。哎，真的。哎呀，你这不整我吗你？哎呀，你这面土匪，真没说错你啊。这个梁总我可得求见，他能以全新的城镇一体化建设的理念说服市里和县里，
让这个工业相对集中到一个区域，让农业也相对稳定在一个区域，然后再以集团化、大规模、专业化的合作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这么做既稳定了农民，又增加了效益，可真是不简单。是啊，梁总对我说，农民进城打工不能算是最好的出路。农民只要是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劳动见效益，就能够稳定在土地上，城市就能减轻压力，社会才能真正的和谐稳定。他说要把种地当成绣花来干，当成产业来干。真要像现代大工业那样干成大农业，那就太有意思了。我还听说你们乡正准备动员那些进城打工的人都回来参加家乡建设啊。